接下来怎么办？啊？下来我们要贿赂，怎么贿赂？寻找取代。插入，插入什么？哪里？右边。告诉我右边左边啊。右边。三角形哪一个？文字档再来。在桌面。在题库里面，电脑笔记题库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五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往下拉第五题。然后你会发现只有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在做什么地方会用到？合并电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档案的名称的地啊，那个这个所有类型啊，所有 Word 文件版的所有档案，那这样子才会有把 TXT 弄进来，这是 TXT 的档案，对不对？文字文件进来，插入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按确定，对不对？插入物件文字档，直接按插入。插入进去之后呢？接下来做什么事？版面设定，先做33333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边界，还是要按这边版面设定这个地方就好了。按三 ，tab 三 ，tab 三 ，tab 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题我们是做，我们说应该要做横向，然后呢再做垂直，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的做法。没错啊，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做没错。可是问题是这样做基本上来说，我们之后在移这个东西的时候比较不好移，因为它有空两格，有缩排，有那个，但也可以。可是我们习惯用直向的，都可以，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。比如课本是，先用直向的做好，先用横向的做好之后，然后再转成直向的。有的课本是随便你。看你怎么做。好，好，我先复原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做这个动作，我们现在做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就先用原始的方式来做。好，我们333跑掉，对不对？重新来哦。三 ，tab 三 ，tab 三 ，tab 三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要怎么做 ？Ctrl A 全选，我们先把这个什么？你不是要先选段落，再把那个删掉？好好。你们是要先自行哈？刚有人说自行，反正都无所谓。人家全选的时候，随便你怎么做。好，那我们就先选段落好了。然后这个第一段对不对？第一段要打吗？要。两个等于对不对？接下来第二段是哪里？在世界吗？再来。了。再来。资料。资料一吗？这边嘛，那个是那个一个，他要做那个一个吗？他要做那个项目符号，对，他要做项目符号。啊，项目符号这边不是要有个 enter 下来吗？对啊，一个啊，一个，对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？二也要一个吗？有二吗？有，接下来呢？那这个嘞，这要自己打是不是？对，自己打的话，你要几个？两个。然后面把它 delete 掉是不是？然后可是只要一个就好。我说过先把它框起来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们知道他在打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嘞，一个，接下来呢？此外在哪里？这边两个是不是？好，这是真段落，对不对？好 ，Ctrl A， 接下来做什么事？寻找取代，对不对？寻找取代，按取代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寻找什么？寻找一个等于取代成一个什么？一个段落，啊，先把段落给取，先把段落全部弄掉。好，更多，指定段落标记空白，全部取代。好，按是也可以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它重新整理也无所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取代等于，然后指定方式段落标记全部取代，一个就可以的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按确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们要先做字体，还是要先做段落18PT 缩排、凸排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字形先来做，字形先姓名体，对不对？新姓名体字形，这是什么 ？Arial。到底是汤姆逊都没有 Arial。
是怎么回事啊？一人一半，怎么回事啊？最好有 Oreo 这个东西呀、啊。A R， 气死人，不见了！我这边用登录取的，被你们气死。对，我在录音，气死啊！然后就先用标准的，等一下再去改它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接下来做段落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坐在一起，然后嘞？刚谁说分散对齐啊？想死啊！第一行怎样？控两次元是不是？秃你个头啦！然后固定，固定还最小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固定最小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十八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好。那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吗？没有。该我们了，该我们了。接下来题组多少？题组五。控全型参考答案，来告诉我多几个字啊？几个字体？几个 PT？ 十六，然后嘞？你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刚刚全选起来去做这个东西？结果呢？你可以看它也变十八了，它也变十八了。市场它用单行进去就可以了，因为题目是要求什么？题目是要求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，还有这个跟这个。你懂吗？他没有说，就标楷体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运用的，你也可以用十八也无所谓，因为他并没有说他不能用十八，可是他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做十八，反正你做出来跟他一样就可以了，这样懂吗？好，他是做多少？十六，所以这东西我们可以不用再变了，因为我们在他还没有打之前，我们都已经设定好了，所以他这个东西你看一下，我点他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是不会变的，懂吗？好，接下来做什么事？自中，然后嘞？网底啊，框线是自源框线还是？自源框线。这个哈、啊，网底这样子吗？对。好，还有什么要做的？没有了。这是这样子吗？可以评分的。拿这个地方可以评分。对，可以评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字不用打了，字就好。老师，我们需要吸收一下先。好，先吸收，先吸收。好，换你们，可以。可以把字瞬间变出来。好，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好。怎么样？插入，然后嘞？乐手，乐手在哪里？这边看一下哦。好，插入乐手，要哪一个？第一个。还最好是第一个。这个。然后嘞？这是什么？小美人。名字吗？名字。还真的。再来呢？中间。我不能按 tab 是不是？好，按复原。好。删掉，这个嘞？座号。座号。全形的吗？半形的哦。接下来下一个，这地方呢一样插入。页首页尾。页尾一样深蓝吗？然后这个嘞？准好这个。准好这个。你要先拿个位出单、啊、这个什么页码怎么用哪里左边来哪一个目前位置然后嘞你们都喜欢 马赛克那这个 要地要不要地要要要地页、啊、这个呢日期吗？插入日期吗？嗯哪天的日期是英文还是中文的？中文的是不是？哪一个？第一个就是要不要0305？要吗？要哦，所以要自己打个零哦。自己打，我还怕你们打错日期耶。好，关闭了，这边关闭也可以，然后这边刷个两下应该也可以吧？对不对？还有，上次又没改是不是？我没课本啊，我课本都被你们拿走了，这个应该新系吧？
就是最好是 Ariel， 你都喜欢骗我。Time to moment。 Time to moment。 怎样？怎样？心。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什么要做的？贪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题目。其实我可以看我的题，那个，等一下哦。都是照他来做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来做，好。这地方是，好，我们现在做这个第二段，是不是要底线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段是不是空两格？那这一段要不要空两格？不用，所以记得 backspace 回去，对不对？这边要不要 backspace 回去？不用，它插入一个图片，对不对？它告诉你这张图片是多大吗？七乘以五有哦，是不是七个字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是不是七个字？这个宽度是七个字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几列？几行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行，七个字，五行，知道吗？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哦，看这边，哎。这地方是应该要缩排，还是应该要凸排，还是应该要第一行？全部缩排，缩两个字，有没有看到？全部先缩两个，懂吗？全部先缩两个，然后呢，这是基本上来说的应该在跟一对齐，对不对？可是一它的要比一还要倒退两个字，倒退这两个字，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又应该要再做一个凸排，再凸这两个，懂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缩前面两个，缩前面两个，凸后面两个，也就是这地方凸起来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最后就是在电脑这地方什么漏洞之后，这个地方它是有做底线。好，那这地方呢，二嘞，还有做什么东西？斜体。这个应该是他弄错了，可是我们不管他弄有没有弄错，我们还是要跟他一样，因为很难得说会有一二三不一样，有斜体有正体，很奇怪，可是还是要跟他一样。不过他有一天缺憾，这个冒号应该是感觉上应该是标楷体的冒号，我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，我感觉上。它好像是标楷体的，我不是冒号要自己打吗？还是原来就有？原来就有，可是这是像标楷体的字哎，好不管了，好像到后面去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要自己打了，对于使用者也自己打。接下来第三个也是一样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全部框起来，从一到三框起来做什么？凸，先做缩排，然后再做凸排，听懂吗？好，记得哦。然后呢，三也是一起做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这个呢，这个有没有凸排？有没有缩排？没有啊，它是 back， 它是空两格而已啊。它是所有东西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东西是二之后的应用程式的防火墙 ，Internet 这边全部上面都是，这边全部上面都会空两格，然后这边再凸排两格，所以一共是四格哎。可是问题是它没有啊，它全部往上了，你懂吗？来特别设定这个来，这个来跟这个出。是不是前面插了四个字？插了这四个字，有没有？所以说，等于是说，它上面的缩排两个跟下面的凸排，它全部都没有做，这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来做这样子哦。第二段要怎么样？底线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要不要 backspace？ 要 backspace 回去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第一行到第三个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做哦。假设我们先这样做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刚刚我们以为这边要空格，事实上是不用空格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这样做。好，这三个哦，我先把它缩小一点点。好，第三个到这边来。好，你说直接凸排啊？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段落，我们直接凸排哦。好，直接凸排，看一下。截图牌变这样子，问题是它前面还要空两格，你忘记了、啊？你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一
这个地方是不是前面还有空两格？可是问题是它没有空两格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前面没有空两格啊，所以你不是这样做，你还要多做一个动作。你刚刚应该是这边两字圆，然后凸排两字圆，两个一起做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要两个一起做。那当基本上来说，你这边做完了，好，接下来这边做完，对不对？等于是左缩，因为它没有上缩，没有上边缩排、下面缩排的道理，它只有左缩右缩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先这样做，而不先把它转回直向的原因就这样子。我怕你们搞不清楚上面是左边还是下面是左边，懂老师的意思吗 ？OK， 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在缺憾下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来说，应该 backspace 回去。应该这样，哎，应该在后面这边打才对，真的吗？应该在后面这边打。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要做什么事？还有哪一个要做？第三那个啊，有啊，哪一个？这个是斜体，然后这个此外在哪里？不是啊，第三个电路那边要空起。哪里？下面啊。没有，我要先斜体，还有那个底线。第二个要上。在电脑。电脑在哪里？在电脑。还有 TP 下面。上一行。我自己看。虽然不同，然后第一的地方是在电脑哦，安全漏洞，在一的下面，安全漏洞。这边要做底线是不是？好，那接下来二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要做什么？斜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地方要做什么？然后第三段要框起来。第三段要框起来，全部吗？对。还是这边而已？全部。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用文字用段落框线往底这个地方，好，在要用段落对不对？方框这样子吗？好，有往底吗？没有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吗？好，那这个地方还要做什么动作？框线往这个地方，好，一样是段落对不对？好，框线，然后往底是。随便一个，这样子，好，是这样子吗？对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地方就是跟老客户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子，懂吗？最后一段是跟老客户一样，只是一到三这地方比较特殊而已，这样懂意思吗？那这地方有 enter 吗？没有哈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好不好？那反正做好之后，我们再来做这个动作，我们再来做，你直接版面配置。直接把它用成直竖横竖，用垂直也可以，其实是这个样子，这懂意思吗？其实当你在做好，当你做好缩排，这都可以，看你怎么做，你喜欢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只要能够做好就 OK 了。你会觉得老师怎么那么奇怪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地方我点，你要点两下就恢复原来的地方啊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嘛。接下来就是插入图片嘛，这个地方插入图片，插入图片在哪里？图片啊。图片，然后呢？桌面哪里？提足。这个吗？按插入。好，插入之后，它只有说七个字吗？七个字五行。然后它是在上面吗？好。那因为呢，我刚刚用 backspace 对不对？我刚刚是，它是要再上去一点吗？再上去一点点吗？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题目好了。题目好，贴上这一次哦，贴上图片。好，按右键按大小及位置，把它用纹绕图，用方形的，好吧，用方形的。好，它的评分系统是告诉我们说这边要零啊，好，我们不理他，我们先不要理他，好吧？我们先这样做，好，先把它弄上去哦。好，他说几个字？好，上去一点点。好，七个字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到右是不是？七个字，五行。
一二三四五，这样算五行哦。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五行，是它五行的。那你说这个好像很奇怪，可你一过去，它就把它挤压过去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是左边的右边，这一边是左边的右边，这边是右边嘛，这边是左边嘛，对不对？那左边跟旁边的文字呢，不要那么宽。不要那么宽，我们是可以调它大小跟位置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位置的地方呢，位置的地方呢，哎，不是在文道图的地方，在文道图就是图跟文字的地方呢，你的左边呢就不要用那么多，左边用个 0.2 试试看，我们设个 0.2。 哎，那你看下面的地方，下面的地方是不是好像跟它连在一起 ？I 跟这个图形是不是连在一起？那下面的地方也给它用 0.2 试试看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我们缩小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记得他的课本是叫你用，课本是叫你用零啊，我是不晓得用0.2、0.2会不会扣分呢？啊，课本是叫你用这边用零，这边用0.2这样子，反正无所谓，这样懂吗？然后他还要做什么动作？做框线，对不对？框线在哪里？设定图片格式里面的哪一个？线条样式做哪一个宽度？他没有说，他有说 3PT 对吧？我记得他有说有 3PT 对不对？好， 3PT， 然后咧就这样子啊。复合类型就是一般种的啊，对啊，就 3PT 啊，直线。不是啊，实线就这样子，这样就好啦。后面等一下再讲 ，OK， 先下课。好，我把这个整个萤幕啊。翻了，所以我自己也很难用。来看一下这个返回资料这一行跟这一行，基本上你这边给它空一格，好不好？中间给它空一格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从一开始一直到后面去到电话这地方，我们把它把一跟二也算成表格里面，等于是说这边有两个表格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算成一个表格，这样移会比较好移，不然到时候你们都会移到第三页去。那懂意思吗？好，那呢，因为为了要跟评分系统一样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栏宽就设定一公分，等于是说这个栏宽啊，每个栏宽都一公分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再来是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朱海燕，然后这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嘛，上下这电话上下都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也这哎72、73要记得，你不要以为一样，差一个72跟743，等一下我们。先做表格，所以我现在表格要做多少？几栏几列？八栏，直栏横列，你要这样算。你想职业篮球，所以是直栏横列，所以直的是几栏？一共八栏，那列一共几列？三列，所以要八栏三列。好，所以呢？没有，刚那个对吗？刚那个对、好，刚刚这个对，好。所以呢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如果我们先做这个框线，如果我们就这个框线，然后奇怪，后面没有 Enter 哎，那我再打一个 Enter 下来，哎呦，它有 Enter 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你就把这两个 Enter 给怎么样？做什么动作？框线往底，没有方框，没有是往底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应该是你在做这个网底之前，就先帮我打两个 Enter 出来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这样就不会有问题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插入什么？先 Backspace 哦，先 Backspace 回去，然后插入栏位，插入什么？插入表格。你要嘛，你要是知道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就这样子嘛。好，一共八栏，然后三列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不然怎样？不然就打这个地方，打什么？插入表格，八栏，三列。哎呦，半形八栏三列。OK， 固定栏宽的地方，把它用多少？就打一公分。OK， 好，按确定，是不是？那做好之后呢？因为你看哦，这个字是怎么来的？我把它放大一点点哦。好，这个字是从左到右，有没有看到？是这样来的。可是我这个字是怎样？是由上到下，所以你要把它用相反框起来之后，去用什么？
版面配置的地方有个叫直树横竖 ，OK， 要这样子做 ，OK， 要这样子做，它才会由上到下，这样懂意思吗 ？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来调。那基本上来说呢，我们等一下还要插入文件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好的方式呢，是把它怎么样？就把它用到下一页去，把它插到下一页去。我们先做一个分格设定，好不好？先分格设定到接续本页，还是插入分节符号？我们到下面去好了。哎，我插了没啊？到下一页去好了。好，我们接到下一页去。做好，哎，不是，我们要先调好宽度，还是也可以，没关系，先调好再调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，不然你就到这边，我们先到这边来调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先调好了。如果照他的要求的话，这个字要对齐哪一个？第一行要对齐哪一个字？第一行要对齐名称，对齐最近，是不是？最近哦，你不能对齐这个哦，因为这个我们等一下还要调哦。你要对最跟近中间是不是？最跟近中间是不是？好，最跟近中间这样子。好，下一笔呢？这一行这个资料的资，对不对？资跟料中间，好吧？资跟料中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你就跟它一样。到底这样子吗 ？OK， 好。然后呢，你该合并的就合并，不该合并的就哪个需要合并？第一个要合并呢、啊？对啊，第一个合并，而且第一个旁边没有框线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要合并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要合并吧？你要分开合并，合并要分开合并。好，合并，合并。然后它没有线，对不对？它是上下没有线。好、哦，先做这个好了。这个的话，线是做常用里面的框线里面的这个东西。它上下有线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先框起来，要这样框起来。来，我先打字好了。好，先打个字，这样框起来。可是它是框整个哎。好，等一下。下面不要，旁边不要，下面不要，它只要留旁边这条线，对不对？蛮确定。啊，就把这个字先取消掉。那这一题呢？这是上下都不要而已嘛。打个一，随便打个一。同样的，它只是上下不要，左右两边都要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一给 delete 掉，这样子，知道吗？那接下来呢？我们已经调好，对不对？调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。直接剪下，先什么？先插入什么？插入分格版面配置里面分格设定按插入下一页，到这边来直接到下面下一页来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插入我们的物件里面的什么文字档里面的题库题组五。里面的第二个 TAB， 好，按确定，那你就一个一个把它怎么样拉进去，拉这边来贴上来，对不对？拉过来贴上来，这样子，这样会了吧？好，那你这样如果会的话，好，接下来你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一，等一下这个一跟这个一，这个一是。很靠近 这一条线，对不对？可是基本上它并没有靠近那条线，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？要做一个段落。我们不是有缩排这件事吗？缩排你缩两个字元，它是往下掉的，懂吗？它还给它缩两个字元，你给帮这个 0.2 给它用个负，负的话它就往上了。好，负 0.2， 啊，负 0.2 好像有点太多哈。可是我们的评分系统是要 0.2 它才会给分吧？反正我觉得差不多就好了。啊？那就用 0.1 吧，我不晓得会不会被扣分了，你们就这样做。那这样是不是？那当你全部做好之后呢？你那个到下一页的地方，直接这边地方按 backspace 回去哦，直接按一个直接按一个 delete 回去，按一个 delete， 哎，然后按应该是不是？
复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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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原。啊，我的下一页跑哪里去了？就跑到这边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多了一页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做两次。好 ，delete 上去。好，等你全部做好之后，剪下来，贴回去就好了。好，打个 enter 下来，贴回去就好了，这样懂意思吗？然后把后面的 delete 掉。那我们这个就做完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其他的你们自己做，不要我做了哈。确定了哈 ，OK， 好，赶快回收，拜。